tante notti sotto il cielo lucano, sento il canto di una vecchia canzone, una storia d'amore, di un tragico amore, sospesa nell'aria da tempi lontani ormai, e solo è sperduto il vecchio castello, i merli, un balcone e un mistero più nero.欢迎本期意大利梦幻小镇，带你来到在马特拉省的瓦尔西尼镇。这里是代表着意大利旅游俱乐部的橙色旗出没之处，还是伊斯贝拉莫拉文学公园的所在地。瓦镇位处海拔250米，居民约有1500人。瓦镇坐落在历史悠久的新尼河岸。本集将会发掘瓦镇的风光，事不宜迟，我们开始吧。Io canto Isabella, i tuoi limpidi occhi, la tua voce tremante, il tuo candido viso. Io canto Isabella, i tuoi anni perduti, le tue poche illusioni, la tua disperazione. 瓦镇在巴西利卡大区算是小镇，位处悉尼河的末端。这里的莫拉城堡既是风头所在，也是伊莎贝拉的家与监狱。伊莎贝拉是个在16世纪的小诗人，本尼迪托克切曾说，他的作品是16世纪最真实与原创的。可是瓦镇不止伊莎贝拉、莫拉，在那边900米高的库珀罗山。据说特洛伊木马的建造者厄帕俄斯在上面建造了迷之城拉加利亚，在山顶有所有厄帕俄斯建造奉献给雅典娜的圣殿，殿里原来供奉了用来制造木马的道具，可是后人阿尔基罗库斯写的故事只汇合了悉尼河与萨里门多，神秘的埃尔科莱杀死了怪兽勒纳九头蛇。虽然如此，悉尼河旁仍然发生了许多历史故事，例如皮洛士在过河前往马勒维屯时被洪水淹死，他绝大部分的士兵与震慑罗马的大象，所以他在河边不禁唱起哀歌。瓦镇只有1500个居民，但大家都对自己的土地有深厚的感情，尤其是在镇上的4块石头。在1928年，本尼迪托克切来访瓦镇。而在他的《伊莎贝拉·莫拉与迪戈·沙多瓦·卡斯特》一书中，他写下，从发掘出来的伊莎贝拉·莫拉画像诞生了接近邪教般的信仰。多得这里的本地协会与对这句话有信心的本地民众，这个邪教仍然存在。我邀请你来瓦镇看看，因为这里不止自然景色，还有历史、文化与传统。欢迎来到瓦镇，这里是马特拉省的中心，位处海拔250米，背靠库普罗山，面向悉尼河。在镇中心，我们有诗人伊萨贝拉·莫拉曾经居住的城堡，这些都是瓦镇的地标。而我们希望可以强化我们作为历史名镇的地位，还有推广这里悠悠小径的风光。瓦镇居民热情好客，
这里是首个被认定为波里诺国家公园的门户的地方，我们在瓦镇等候你来，感受这里的诗词歌赋与梦幻的气息。在瓦镇教堂，我们来见见教区主教。我是瓦镇的教区主教，我们身处在主教堂，这里放置的圣法比安努的圣体，它是我们国家的主保圣人。这圣体是由土耳其主教赠予我们的，每年1月10日我们会庆祝它的主保日，但在宗教以外的庆祝仪式则在5月10日举行。在教堂里，我们有16世纪放置的受难石架，还有管风琴，这些都是些精致的摆设。这里还展示了那不勒斯人的摇篮，由一位来自土耳其镇的男孩创造的。在另一个礼拜堂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圣母卡敏的雕塑，它的庆祝日定在每年7月21日。在前一天的晚上，我们会带着圣像来到这个主教堂，而在次日，我们会庆祝它的主保日。我们多年来已经培养了对圣母与圣法比安努的敬畏与爱戴，甚至连居住在外的瓦镇人会在那几天回来一同庆祝，以及感谢他们俩圣人的保佑与祝福。对待耶稣的态度应该是比较自由自在，坚持自我的价值观，以及把自己放在社区，成为其一份子。我们越接近上主，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更美好。这里是我对教友的信息，要经常为耶稣播出时间，我们应当更爱耶稣，也爱睦邻。在瓦镇某个餐厅，我们有机会尝尝本地美食。欢迎来到我们在瓦镇的领地，准确来说是拉方塔纳德波哥餐厅。
这里的餐厅琳琅满目，我们只是其中之一。我想向你介绍几道菜式。首先，这些是经处理的肉类，包括培根与香肠，还有水晶瑶肉与芝士，它们都是本地特产。这些意大利绵羊芝士与卡斯里克塔芝士都是我表亲自造的。然后我们有一道超级穷人的菜式，烤面包。我稍微调整了它的食谱，配上煎成焦黄的特罗佩亚洋葱，或者莫扎瑞拉芝士与烤香香肠。这里我们有另一道非常古老的酱培香肠，这是用了古老的方式保存肉类。接着下来是库奇干辣椒，它们是在尼塞出产的。在芸芸开胃菜中，我们有羊肉配辣椒汤，著名的腌皮亚托，以七种蔬菜拼凑而成，加上皮兹恩特，一道由剩肉做的腊肉肠、猪皮与布洛弗洛芝士。说到正餐，福子里配面包糠，这实在是一道非常穷人的料理，因为在没有其他东西调味的情况下，才用上面包糠与坚果的辣椒粉。卡瓦特里或拉卡特里的材料是鳕鱼、黑鹰嘴豆与干番茄。这里餐牌上写的路易莎女人的三指，其实是蘑菇与库奇辣椒。然后我们这里有女男爵的低音管，把香肠、牛杆菌、紫莴苣与水牛芝士塞到一起，在上面淋非常稀的番茄酱与一点点奶油与牛杆菌。这里我们还有另一道非常著名而古老的菜式，就连罗马时期的诗人赫拉斯也赞叹的强盗之菜。第二道菜是稍微在锅煎一下的鳕鱼配库奇干辣椒，这里还有在香桃木、月桂等香料，在烤箱里熬最少5个小时煮成的猪腱，配上烤马铃薯或炒蔬菜。这道迪斯奥的第二道菜，把一片肉放在香桃木上，然后撒上帕马森芝士，并放进烤箱里。我们的蛋糕食谱也非常古老，两种蛋糕配上鹰嘴豆、干橙皮与一点点烈酒，然后锅煎。这里还有手套，就是做小饼干时剩下的料，把它们炸了，然后撒上糖。我们有里考塔芝士慕斯，加上一点点奶油与糖，配上火龙果刺的果酱。我会建议还是试甜椒米糠。有次我的顾客还挑战我，让我试试甜的库奇干辣椒，我接受了他的挑战。而现在我向你介绍甜鲁肯博士，就是库奇干辣椒配奶油。美食又怎么少得美酒呢？幸好在巴西利卡大区好酒有很多。现在我们有请本地协会的主席，他也是伊萨贝拉莫拉文学公园的主席，而公园是丹丁阿里格里协会的成员之一。伊莎贝拉·莫拉文学公园在1993年成立，是意大利首创的文学公园。我想先谢谢近期去世的第一任主席，他的坚持不动摇与高瞻远瞩的精神让我们肃然起敬。在这几年，我们把精力放在让游客可以感受到16世纪的情绪、气氛、味道与气味等。这意味着文学公园需要为游客提供欣赏这些文物必须的材料，包括诗人在作品中提及的地方。这里并没有发展起来，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说是个弱点，
但对于我们来说却相反。我们本地协会里有很多年轻人，因为我们营运着公园，而他们在这里工作，带着他们的热情与专注，我也相信身为瓦镇人的自豪感让我们能做大事。今年文学公园里新加了一项景点，多德丹丁阿里格里协会的工作，还有营运其他丹丁协会旗下文学公园的主席史丹斯努达马沙尼治，他与我们公园联系紧密，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伊莎贝拉·莫拉是个16世纪的诗人，他命运不是太好，因为只活了28岁。传言说，他曾经与一个本地贵族迪戈·沙多·卡斯特谱出恋曲，这贵族是波提拉的地主，今天那里叫辛辛尼，他被兄弟杀害了。当然，我们也要把伊莎贝拉的一生放在整个历史的大环境里看，例如，那时正在进行的西法战争。伊莎贝拉父亲乔瓦米高莫拉为法国卖命，但最后西班牙赢了，所以他父亲被迫逃命到法国，把伊莎贝拉独自留在了这里。他每天盼望着父亲的归来。我们这里是访客中心，欢迎个人、小组、学校等全年来参观。在8月是尤其要来，因为我们会举办伊莎贝拉的仲夏活动。整个月的每个晚上，我们都会安排30个穿上同时期服饰的年轻人，欢迎游客参观，也能享受这些年轻人讲故事与扮演成吟游诗人。游客也可以尝尝传统的美食，因为在村里会有3-4个小食档，他们就可以舒服地度过一晚上。你准备好回到过去，跟着我们的吟游诗人或讲故事人的带领，你会到达这里。这里就是现在的瓦镇，又名 Favale。 我们每年都迎接很多游客，这里就是伊莎贝拉的诞生地，她在这里成长，她的声音还在这里回响着，她的精神还在横街展现与村落城堡中游荡着，让我们展开这个旅程。祝你好运。
先生们女士们，如果你想跟着我参观，我会全程陪伴你走过这些古老村庄的展项，开始我们的记忆之旅。伊莎贝拉·莫拉的动人故事就此开始。她是16世纪的人，可是她的故事是个悲剧。伊莎贝拉被贬到南部省份的边缘，她成为真正女人与诗人的梦幻灭了。在另一个平衡时空里，我们幻想一下伊莎贝拉的父亲，他也是个爱写信与诗歌的人，受了经典的教育，与弗朗西斯科·佩托拉克的影响，在首都拿波里的文学圈子里，伊莎贝拉当然想以女诗人的身份打进这圈子。但查理五世与法兰西斯一世战争的无情后果，却把他的命运推至深渊。伊莎贝拉的生活差点失去了希望，但是贵族第一个沙杜瓦·卡斯特的出现重新点燃了他的希望之光，但这秘密接触被发现了，这充满诗意又抽象的爱被他打着坏心肠的经常与平民打交道的兄弟姐妹们发现了。你可以想象接踵而来的怒火，他们把伊莎贝拉关进地牢，没人能听见他撕心裂肺的喊叫，没人能看见他野蛮人士的服装。伊莎贝拉在绝望中死去了，但他的歌声却流传了下来。富想象力的本尼迪托·科切在1928年到访，他明察暗访，是要找到伊莎贝拉的墓穴。我的探访没有令我获得新的资料去描写这个故事，但这就是我真正来朝圣的原因嘛。说真的，我根本没想过会找到新的资料，但我被这远古的故事情节吸引了，而这些细节是通过沉默的旁观者传递的。我们跟你说了好多故事，我们讲了伊莎贝拉·莫拉的一生。如要索取更多资讯或者定位，欢迎来我们全年开放的访客中心。
我们会安排穿着中世纪服装导游带领的导赏团，在伊莎贝拉的家乡，我以土话邀请你来游览，欢迎您来瓦镇，你可以欣赏我们美丽的风景、好吃的本地菜，还能感受诗意。瓦镇梦幻的气息与热情好客的居民，一片净土等候您的发掘。若想重温意大利梦幻小镇各级，欢迎浏览我们的网站。瓦镇之旅告一段落，再见。